来，朋友们，看我的方法来塞网啊！先剪好网啊，这个打法的话一定要剪好网先，网剪的好，你这个网撒出来才好。网上面不能缠东西，缠到了，缠到东西的话，那就可能导致网撒不开。现在撒的这张网呢，是一张三米高的网，网眼的话是两指啊，重量的话是有9斤。嗯，好，来，漂亮，撒到塘中间了，有小鱼在翻了，哇，来看一看，瞧一瞧啊，哦，还一条大的。慢慢拉，慢慢拉，不要着急，不要慌。刚刚表哥可能还拉快了，他这里面的这个大鱼真大。来，朋友们，今天的话来到一个农村的这个山塘里面啊，来撒一网啊，用传统的方法来撒一网啊。漂亮，这一网好远呐，手绳基本快出完了。表哥这个撒网的技术没话说了啊，就看这一网运气怎么样，有没有鱼啊。来，朋友们看一看啊，现在再往回收了，手绳往回收了啊，拉丝往回收了，网的话就会形成一个网兜，扣到鱼了，鱼的话就会在网兜里面啊。看看这一网运气怎么样？哎，上货，漂亮，朋友们，有鱼吃啊！黄尾。来，表哥拿起鱼看一看。嗯，看，这是黄尾，尾巴是黄的。啊，这么大的也可以的。一网在手，吃鱼不愁啊，朋友们。